这个神仙，你敢能跟我见一面？你伫倒位？我即马去找你。我咧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去讲，我即摆人伫倒呢？你敢是伫个普贤墓上？是啊。你敢知你伫个倒一区？我咧，我咧。你拄只讲啥？我听袂清楚，你给我讲一遍。我咧，先生，拍摄我手机要无电啊！先生，拜托，拜托你给我等我一下，我这边是关起来，你只要一个人的话，我拜托明天还跟小心好吗？好，小姐，我答应你，我袂消失，所以嘛，请你哦，卖阁艰苦啊。我唔知道你咧等伊迄人到底是啥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伊会离开，一定不得伊的苦衷。你莫惊兄，嘛莫艰苦，你只要有信心，嘛要有耐心，我相信你会等伊迄人。已经在找到回去，你也一定会回去你的身躯里，请你一定要等伊。志明，是的，我还是无找到你，就差一点点啊，我就会当给你带回我的身躯边啊。来临的牛轧糖哦，最好食的，你试看卖。牛轧糖，哎，不过吃的汤啊，哪有这种做实在的感觉啊？是不是因为之前你过年时阵吃过啊？可能吧。啊，不过当初我吃这汤啊的时阵，我头壳内面香香的，胃边闪过去，那是之前我到厝内的人，阮斗阵大家有讲有笑。而且大家感情真好，出来了嘛，真好嘞。你想起你厝内底的人哦？安尼，你敢会记伊生做啥物款？
拢知影，他在外面哦，啥物都过去啊。即个你嘛好啦，想无我知影讲哦，我阁有厝内人在等我。想要到食这糖啊，既然当恢复我的记忆，我就要加食几块啊。啊，这是啥？招待券一点钱糖都要我爸送上诶。听讲哦，迄普心牧场伫咧过年期间有真侪好耍诶活动呢，咱去遐约会好不？今日牛仔，我坐车无要徛尾后。好啊，虽然讲我若去过牧场一遍，不过，迄牧场予我一种足特别的感觉。我伫想，无定着这牧场对我有足特别的意义。因为咱顶一届就是去遐约会啊，所以哦，对你来讲有足特别的意义。既然哦，你遮伫遐喜欢，那安尼哦，咱会当常常去遐佚佗啊，会制造足侪属于咱两个人的专属记忆。佳瑜，为啥我感觉这个名乃这么熟悉？为啥那感觉这个名，我那看到这个名，我的心就感觉足疼，而且我的心跳跳这么紧了。德胜，德胜啊，你看啥？看红心？吼，又搁是这个查某。我把这个烂桃花扛塞较远嘞！你用你这个创啥啦？你写这个许愿卡，你讲着什么烂桃花？拢嘛是因为你，啊，着讲啊，你着是人体发电机，走到哪电到哪，我也无较细腻有耐用。那好像你夸张啦哦！你当初着是看迄查某写迄祈福卡，看戆神嘞。写嘞无唔对啦，不过。我感觉佳云这个名，我真感觉足熟悉，敢那我较早常常咧叫这个名。啊，迄个菜车名啊，我为较早到即马吼，差不多熟悉三个叫做佳云的呢，一点仔拢无奇怪。明明就是你，桃花相逢啊，啊三不五时吼就会看到，那无就是梦到一挂奇奇怪怪的查某，敢讲？昨昏你食迄泡仔虾礼盒的时阵，你讲你收起厝内底足足闹热的，是规间厝拢查某。哎，敢那真正是安尼呢？哈，我凊彩讲讲的，啊，真正是安尼哦。啊，有可能我是独子啊，啊，厝内啊拢是姐姐妹妹，所以规间厝拢查某，敢不是？哼，安尼差不多。好啦。我淡薄嘴干，想要食一挂凉的。听讲哦，这普心牧场的牛奶双麒麟就好食呢，你敢买？好啊。好，我去买。你在家等。嗯。唔卖个想去白查某哦。哦，是。人在遮，我堂哥伫咧外口听到你咧说梦话啊，我唔知你画啥呢，我伫咧要看一下，啊你是不是
做黑帮啊？我帮一个查某一直咧叫我，叫我赶紧回去，啊，不过不管怎，拢看袂到伊到底生到什么款啊。那安尼，你即马好好看，看个清楚。什么意思？你意思讲我他忙是忙着你啊？你哪会知影？哦，咱真正是心有灵犀呢。无可能，我非常非常的确定，我忙着的不是你。